双十一预售来了，强哥，我参与研发的头皮护理油呢被天猫推荐了，所以这次我准备了很丰富的赠品来回馈各位粉丝对我的支持啊。那我分享一下，从去年到今年，我把头皮护理油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的功效检测的一个成果。三十三名受试者连续使用产品二十八天以后呢，头皮的出油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四，头屑量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四。 百分之八十七的人认同有止痒效果，百分之九十的人认同头皮泛红得到改善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认同头皮的滋润度有所增加。那用仪器检测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是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。所以如果你也有头皮过油过干、头痒头屑或者发丝脆弱易断这些问题，点击下方链接，现在就可以提前锁定了。